段子段子不累呀、开始了没有？你们开始了吗？啊，开始了。好，唱一点。嗯，你见了吗？那天那个兜里面有，就那个小包，小包的边的夹层。这跟你说的，一眼就看出是谁来了。嗯。这些人很精。不是，你也太有名气了。这个相机采光量比较大，它很多地方它不需要用闪光灯的。反正我帮你拍，你自己回去调。嗯。哎，怎么了？我手机没电了。张宇，你手机呢？在包包里面。那去。你拿不到，前面一点，小不点。我这个是不是有灰的？嗯，有没有？没，很干净啊，它这边一点灰的都没有。那，我是觉得这个可以不用拍了，这个等一会儿，这里啊，嗯，还是上面一点。你就这里差不多啊。这个看起来看着小鱼在里面，那你下面的头发不要麻烦。这样子啊，要长了一点嘛。这样子。现在麻烦。没啊，嗯，再往上一点吗？上一点。可以差不多。嗯。看到毛比较重多。嗯。不要哎。不能。别哭啊，没事儿。这是剪头。还好没有。给你了。不行。你别打扰阿姨啊。别动，哇，你一动你别摇，你摇我的摄影机就动，你知道吧？好几点了。我也好几点，谁在给我上下一趟机？我在上一趟机，我在什么时候？
你们两个来照照可以。啊，你的更像狐狸尾巴。别说行不？心动吧？别那么严肃啊。那个点开心点好。那怎么变成你在安慰你妈妈了？怎么变成我妈妈了？别动啊。嗯，我自己睡一下。没事没事没事。